新疆是歌舞之乡，新疆舞之所以异域色彩浓郁，别具一格，是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的神秘感。它的舞蹈活泼优美，步伐轻快灵巧，身体各部分的运用较为细致，节奏非常鲜明，学习时要掌握好鼓点的变化，尤其是手腕和舞姿的变化极富韵味。通过仪镜和眼神的传情达意，将新疆舞奔放而又稳重、妩媚而又优雅的双面美感展现出来。动律，上身及头部横向左右摇摆，注意动作不宜太大。好，请跟我练习一次。